一生最近的做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随着这个喜结缘头前面的吼，这个歌词真好听啦吼，所以咱的朋友今天呢会当在空中来结缘，也许是上天最好的安排啦吼。啊，那无就是讲吼，啊，咱都有因缘啊，听这个哦，咱讲节目嘛是着爱有啥，唔只是跟他讲声音频波啦吼，过来就是。咱的理想目标，过来就是讲，咱呢所要吸收的、要爱的，即个文化有符合着咱家己本身，即、这个宗旨啦吼，咱就听了听落去，啊无听袂落去，所以有人讲吼，你甲一个人吼，巧巧的人相骂，无爱甲戆的讲话啦吼，即就是讲吼，即、这个理呢会合，啊听了感觉袂歹，会入心入性，甲咱呢有淡薄啊的雷同。安尼就叫志同道合，啊那志同道合，那咱所讲的这个话呢吼，对产生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呢嘛就是咱咧讲的心灵加油啦，叫做心灵加油站，它产生的功能就是有正能量的吼，啊这个正能量也当提升着咱日常生活思维，甲咱咧做工过分寸，那会当我咱。带动着和谐社会，然后阿妈未去产生着一挂无必要纷争、不必要的损失，然后啊，这个叫经济未是本。所以古早所留落来这所谓经书，然后不管我是大学、中央，然后咱讲中央之道，还是大学，还是讲了咱咧讲的这所谓经典呐，是拢有需要更加翻一个加减，和咱一挂年轻人，然后。啊，讲加减啊，说了一些古时候这高人为什么要留这么多，这所有文化，好难。最主要是要道地心心啦吼，来就得求道。金风三界，心明双修，众生归。十传八脉，朝拜圣贤，生命为本。十传八脉，朝拜圣贤，生命为本。圣贤。
圣贤生命为美，所听这个叫做求道道曲，这个道曲呢也是已经流传很久了，但是呢咱在这个道曲里面有很多咱说作词作曲的咱这所谓道长，在咱台湾这个全真道教会伊来对面就这个有很多这个国乐也有很多咱这所谓这个所谓的老师伊来甲咱做遮所有即个曲，所以有时阵咱听讲人伫即个一代宗师闵志廷会长伊呢对即个道教一心奉献，一世人秉持着正信正念，道法自然啊，清净无为，修行兼修命养生伊甲咱教真济所以咱讲教导咱一寡孝敬做一个典范。一个呢作词，一个来作曲，咱的这个林宗元，能够有感而发，这个林老师，林宗元老师，能够为书不易，揣书亦难，所以做这个，咱讲揣书，咱在这个寻师问道里底，咱讲求道里底，咱一块一块道道啊，甲听，但是吼。人讲啊，这道长怎么拢几岁啊？那道长呢，要得嘞吼啊！要讲个，大概年岁拢真大啊吼。但是呢吼，道长那准无得嘞人，伊嘛个老爷精华伫这个世间上无啦。咱每听一解，就对伊的印象加深，所以对伊的崇拜崇敬。所以听你讲敬神如敬家己啦。为什么？因为神是无形的，吼。提起的人原本是提起，无看到，原本是无看到。下面人要来印证神这句啦，吼，什么叫做神？你敬神啊，咱两个啊，神在道顶啊，咱看到伊是茶刻的铜雕的。但是一般咱那是无通灵通窍的人，你讲啊，有神无？看到就是神的形象，但是你讲看伊的灵，还是讲看伊的神通，还是讲去看到伊，这种种的这显化，这拢是为对。所以你讲敬神如敬家己，为什么讲如敬家己？你信，那么你家己的精气神的神都依然在哦。你得忠孝节义嘛吼。咱人讲神是忠孝节义，也那无就是吼，伊的这个历史典故内底存在伫咱这个头壳内底。所以咱看到，只要是雕的吼，伊的形象是雕。性相是雕什么性相？你就如动啊吼，去敬。啊，你讲哎呦，伫遐坐位无伫遐坐位，但是你看到是伊个金尊宝座，咱就知影讲啊，即阵都妈祖婆啦吼，啊，即阵都吼太岁爷公啦，啊，即阵都福德正神。啊，你今日去拜福德正神，你会了解福德正神的由来嘛吼？地方福德伊是为吼什么时阵因伊个因果？甲出生啊，甲伊个即个吼，对咱个种种过去，为这万民百姓所付出的这功勋功过，所以才成为一个福德嘛吼。啊，所以讲敬神如敬你家己，为什么？因为你个元神内底有存在敬神这个敬礼，这个你伫家乡拜神，都如同拜你家己。没想讲这是属实的吼。灵工啦吼，咱再来个基证，这是李先祖啦吼，咱先祖啊，吼，又来解说一篇啦吼。伊讲先啊讲敬神，无一定讲吼，咱今日看到这尊神的形象，哦，准讲是八仙来对其中诶，吼，咱甲别个拢是李先祖啦、钟离喏祖啦、吼何仙姑啦、吼李托怪啦、周国姑啦，这大家拢知嘛吼。但是你甲倒一尊有缘，吼，你就会去拜倒一尊。哦，啊，恁讲甲先祖啊，先祖啊，哦，先祖有缘。你敬先祖，你看到伊的
兴冲之时调离神座。那么离神座呢，伊个真灵正觉，伊无可能讲拢无离开个金尊宝座嘛，他会分游四海啊，还是爱去做一寡吼神爱做个工课。但是你看到个金尊，你起到一个敬，咱讲什么敬重，咱对神嘛有一种爱慕哦。所以咱爱看迄神哦，雕水水有哦。咱来看到迄神雕起足庄严的，那你看到你会起欢喜心，迄叫做爱敬，又爱又敬仰。好，啊，你讲你会晓敬神哦，就是你的元神本身呢，你的元神本身就是一个足正确、足有信念的人。你会晓要对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五德具足的神去甲尊敬，你拿这三张香甲拜神，就如同拜你家己的元神哦。你家的元神五行若无开，吼、哦，咱的业障若无带足重的人，那么咱的这个内根就较少。咱家己本身就是专神嘛，全神，全神就是什么？没有亏损，无亏损，所以你的精气神用的对，用在分判是非。吼、哦，甲敬重咱的古早圣贤，你在拜神等于那些三张香，就等于那像咧，你的元神有伫这个所在咧敬神主动，就是像你咧，将来你也会是。咱只讲啊，佛祖，甲咱讲，咱人人记住佛性，咱每一个人拢记住这个身格嘛，哦，他就记住。啊，你咧拜母娘，啊，你足敬重母娘，但是你这三张香拜母娘，你拜的。母娘会感应吗？因为是你的元神受到启发，你的元神受到启发，你的灵已经启动了，你就是母娘的千亿万分之一，那个神，那个神韵哦。你也看拜拜母娘那个面呢，要讲要讲，你敬母如同拜你家己，因为你家己本身呢有做了啥，做了老母的条件。你知影讲吼，学母娘安怎来母仪天下，要安怎来疼惜这天下间的囡仔？这囡仔呢，如同你的囡仔同款，敬庙如庙宰。所以你那三张香咧拜拜，你咧拜的那三张香的气是啥物人咧定？你讲坐到顶的，甲你定吗？坐到顶的，伊伫顶悬，伊唔免咱讲用香。伊才会兴啦，嘛毋是因为你甲拜，伊才会灵感；嘛毋是因为你甲求，伊才会甲你保庇。本来神圣，伊就是咧看众生沉沦唔甘，伊才会下到这个人间来甲咱说法度苦嘛。啊，这就是因要做嘅工课，你拢免开嘴甲求啦，伊主动嘛会，但看你家己嘅心藏伫对啦。吼、哦，你心若有藏伫遐，伤无啦。哦，无甲你做十分嘛，要阁做两分，做一分，这就是啥？因为你的心又在转了，所以咱定讲咧，敬神如敬自己。你家己那会啊安尼规规矩矩啦吼，咱讲参拜礼仪规矩，有够迄个庄严度，就等于你在庄严你自己啦。你捌拄着看到人咧布槟榔有无？地无啊，无啊地咧，槟榔布咧。边啊，搁加一支粉啦吼，粉哦，粉加咧，啊，槟榔搓咧，搓咧，啊，搁再搁无啊滴咧，无啊嘛无烫起，安尼，啊，三层香夹咧，吼，啊，你看到神咧，啊，就安尼个咻咻咧，安尼吼，三层个咻咻，伊就去个夹个擦咧，这唔只是干那神无灵修啦吼，干那边啊好法看到吼，伊就讲到你这是咧拜山，家己徛第一人徛，无徛徛冲，咱咧拜神，迄、那个威仪。尊敬一定要造出来，你在拜那个跪一定有一个礼节在的，你那个礼节如果这样下去做，就如同你自己的规矩啦、啊、你的规矩威仪就加分了嘛，对吧、啊、人就说哇这个人 真有礼貌，见到人有礼貌，见到神、哦、真敬重，那个敬跟用我们说信用、啊、那就如同你敬你自己也拜你自己，因为你的威仪让人家看了会怎么样？会感动，为什么会感动？哦，人的神教了真好，这不是什么人的学生，那会安尼吼，连家乡惊咯，每一个动作都让人家觉得很怎么样？很折服，这就是叫做啥？敬神如同敬你家己啦，拜神如同拜你家己，你家己的灵性所得的，那个香珠
走来到你的头前明洞这个所在，头前你才有一个灵台，才有一个祖桥嘛。这祖桥这个灵台，这个香珠你若家己也伫遮，神乎你的就去过去，伊就直接乎你领，乎你这条灵台。所以咱有时阵哦，咱讲咧拜神哦，手莫举悬悬啊，有个人手举悬悬。吼、哦，咱讲三不正的所在，袂使互看到。啊，对咱的贵人卡，吼、哦，爱举悬悬，有个人阁有福错嘞，吼、哦，刷落去香直接，因呢下向咱的神明，安尼是唔对的。咱是爱举伫咱的心窝这个所在，咱的手举香，手举香呢，左为阳，右为阴嘛，吼、哦，咱举好，迄、那个香珠都要放伫对咱的祖桥玄关的所在。因呢，阿要敬礼，唔是用香敬，是人爱敬，人直接压落。咱的人香，咱香举的是无叮当的哦。敬礼是咱的胸骨要往下弯腰。因呢，迄、那个三敬礼背起来插香，马过一个礼节。吼、哦，啊，所以有的人吼、哦，他不懂啊，但是要甲教，嘛是爱看款的。有的人要用教，有的蒙教了吼。啊，所以咱就咧讲。敬神主动敬你家己，这三张香的香珠，还是这张香的香珠，在你的祖桥灵台的所在，那个气是你得的，神是借那个香给你加持啦，吼，给你加持。啊，所以吼，有足侪人无了解，然后就讲哦，我那香应该是拢神给的，神得的，不是哦，神伊是积聚的，伊是春金九九九的。他不用说众生一定要怎么样拜他，他才会神啊！也不是说因为你安怎个拜，安怎个跪哦，安尼伊才灵感。他不是，他是具足的，伊是具足的。这个家乡拜拜所谓危机礼节，拢是咱人爱学的，得的是你咧得啦，哦，是咱今日咧拜的人咧得。神是照气，合理啊！因为你传达着你的心意，是用这个香。咱的意念的心香，然后这个香烟绕绕去传达了你的心意，但是这个气还是由你自己吸收了吼。所以今日甲咱讲拜神，真正你若礼节有够，你唔免讲开嘴甲求啦，你要的应该不会少给你啦吼。今晚呢，咱来个听一段垂书寻师问道。
山求名师，云深不知处，历尽天涯路，踏遍五湖处。知是何处，何必费功夫，是在全真处。来，咱今晚所收听一段《垂书梦道》，是恁毕生公咱的服务电话5916。控诉我，我关切到现在在给控我。今麦要甲咱的孙阿姐讲的讲道经团，吼、哦，道经团就是讲的专门的上经。但是呢，吼、哦，咱今麦有开班授课，吼、哦，开班授课就是咧讲，咱有足侪人对着这个，咱讲导师，导师无了解什么叫导师，学师，学师。哦，道学嘛分开，哦啊，但是呢，咱这边有这个哦，道学研究班，道学研究班内底，咱分做十个迄个课程吼，为浅道道那深那深那深，就是要咱了解吼、哦。有足济咱这道教科仪有很多人，真的很多搞得很不清很不楚了吼、哦。啊，所以咱这届呢，咱是请这个咱讲啊，伫新加坡也有三代组团。也在恭喜正一传人吼啊，咱的大孝道长，伫这个礼拜三晚上吼，咱有第二堂课，应该算是第二堂课啊吼。第一堂课是讲基础，啊，即嘛开始要入来得讲的吼，开始由咱讲由浅慢慢而深啦吼。咱啊要来吼上课的，一个礼拜三晚上哦，礼拜三晚上，所以咱定咧讲吼，这个道教这个三山。吼、哦，三山是这个龙虎山为代表，是正一天书派嘛吼。但是这个吼、哦，咱讲这个树三山树洞啊，不管讲是吼，咱讲葛灶山啦、啊、吼，阿毛山啦、啊、吼，这就叫做道教三山。但是伫正一中段也好，宁波中段也好，景明中段也好，新山法段也好，这拢通称叫做啥？万法中段。啊，咱对于这个吼。较早的这个朝代内底啦吼，朝代内底吼，啊有真济吼啊，信奉的无同吼，啊是安怎讲？伫咱这个传道，甲这个道教吼，甲即马已经有外久的时间，有受重视的，而这个吼皇帝吼，啊像咱即马大陆即马这个道教也是种非常兴盛，伊即马过来咱台湾呢，佮摕一寡较早文革的时阵无爱的物件。咱63代天书呢，规拢炸过来咱台湾。啊，即嘛呢，换咱台湾吼，这边呢有63代天书的一物件。即嘛中国大陆换来做两岸交流，两岸交流了后，伊就将咱这63代天书，然后这所有留落来这吼，咱讲比较较深的这道法，因就阁换为咱台湾这边呢，阁甲取一寡倒转去。啊，所以你啊看，即嘛大陆的这个名山。无论是36洞天、72福地啦吼，只要讲是这个道观也好，即嘛会使讲是中国大陆，即嘛大兴土木，只要是咱的神圣的灵山宝地，伊拢本来拢是细细间，即嘛拢甲起哦足大间的，上尾啊十外家地啦，哦，迄里面吼，互你安尼为入门票甲你收，然后互你安怎拜，规工你拢伫遐拜。你安怎甲拜，你都拜未完。为什么？为什么讲中国大陆36省内底，即马所有的神庙的祖作，看你要金的吼，啊要银的五行的妈祖，你要爱上盖好的银妈祖、金妈祖，什么妈祖拢总有，就是伊的材料有啦。最主要中国大陆都等我地大物博，吼、哦，你要爱五行的，逐项伊都有，诶玉啊，伊嘛有啊，伊嘛有出啊，吼、哦、啊，所以讲。哦，金吗？火吗？土吗？水吗？吼、哦，金木水火土拢总有啦。木吗？嘿，吼、哦，拢用迄个啥萧南安尼吼，嘿、哦、用吊车吊哦，嘿查价大机才大块，贵啊，会使讲是
几个人染的，安尼甲雕一尊妈祖头至尾，安尼甲完成。迄花礼木啊，看偌顶。你若有去湄洲吼，你看到伊个五行妈祖，你就知影讲哦，大陆即嘛人讲开钱哦，花几个亿那不算什么，人民币几个亿啊吼，他们都说几个亿几个亿，啊咱因无因会使讲即嘛吼，钱对因来讲无欠，材料嘛无欠，啊所以讲咱来去个吼，咱去这个龙虎山，即嘛你搁去这个祖庙吼，咱若讲道教，咱去祖庙去龙虎山。去和平山、龙虎山、去青城山，还是去什么山？哦，还是讲咱即马即届要去的这武当山。其实里面的观都是好，拢拢是足早足早千几年啊。但是吼、哦，那我都保存个即马都无简单啦吼、哦。所以咱吼、哦，咱即马要个慈天必胜公，为什么？还是咱的老公主一直伫咧交代，就是讲多爱团呐、啊。过来就讲吼，即个所有真正有要学的人，卖学迄个半吊子。半吊子就是讲吼，要讲伊捌哩，佮呾唔捌；要讲伊真正捌哩，佮无解捌。啊，所以讲吼，咱就是聘请一挂吼，咱讲道教界吼，真正是个精，咱讲精英啦吼，会当来甲即个啥脉，佮甲华脉，佮甲继续甲传。华脉传落了后，咱唔只咧做课，唔只会正确。你做课会正确。那唔只有法度去做这利益众生、名扬两利的工作，所以这个礼拜三哦，啊，这个拜三暗时，哦，咱都这个吼啊，咱讲是正讲的，吼、哦，咱要学的，即爱报名，吼、哦，啊，但是咱呐，如果讲真正有够迄个资质的，你本身都有咧上经啊，啊，你嘛是一个导师，但是你上经是干呐咧上经呢，也无学法的，吼、哦。连步功也未晓，或者是讲，吼、哦，咱的手骨、吼、哦、凹肌拢未晓，还是扶啥未晓用的，这个你一定要来报名，一定要来参加。咱这是吼、哦、拜足久才拜得到的老师啊，吼、哦、啊，他不是时常可以来，吼、哦，伊是华人，但是他居住在新加坡了，吼、哦，伊这是会使讲是三地人所教出来，哦，伊也是传一足少年，但是他已经是大智辈。因为伫咱台湾大字辈吼，要像伊汉尼少年吼，功夫学个较上手的吼，真正是无几个啦。吼，大字辈即马大字辈算上大呀。吼，咱顶字辈已经拢较老啊，老一辈顶字辈即马台湾嘛，登无几个顶字辈，过来是大字辈。但大字辈要找唱，即马咱吼咱聘请的这个老师，伊是吼较少年，但是伊的辈分有遐悬。吼、哦，啊，搁再搁承受他们的祖源啦，因咧算讲哦，道教人讲也做人讲道术世家啦吼、哦，他学的东西真的，啊，咱会使加减啊哪听，啊，加减哪学，吼、哦，啊，咱啊这个礼拜三晚上，啊，就是加拜二嘛，再拜三嘛吼，那、哦、拜三暗时咱也要上课，同款是7点爱到位哦，你袂使让老师等啦，咱7点半就开课啊吼，所以直接甲恁。报告，爱炸笔啦吼，阿妈爱炸咱的这个啥册，也就是咱讲，咱要记录的吼，要记录的这物件，吼啊来正式落去报名，一期啊吼，一期就是看要上偌久，为一个吼，为一个基础啦吼，为基础班开始，吼啊加个中班上中下嘛吼，安尼达达去，你袂使讲一下子就很难。那学习的人也不是说每一个人知识都很好，所以每项嘛是鼓励讲咱的道亲有机缘、有机会、有兴趣多学的，哦，礼拜三可以来报名，好、哦，会使，好、哦，那精进，那精进，然后。来，咱即马咧讲各宗每一个宗派，吼、哦，拢有伊个即个啥，有个符号伫咧啦，有个符号伫咧。啊，所以讲吼，啊，咱即个道教伊是乌白即个阴阳鱼啦，吼、哦，基乌白两色，吼、哦，代表善甲恶，光明甲黑暗，
也代表生，也代表死，相依旧定呢。有时讲善大恶小啦，有时是恶大善小，如同夏至、冬至。加咱这个阳光虽然有短长，但是它的循环是不息的啦吼。啊，所以就咧讲明了啥？咱道教为什么有这个双鱼？就是咱讲阴阳鱼，以这个乌白代表吼，代表善恶，代表生死，代表种种。啊，但是咧要讲明了这个啥？咱讲明善与恶是相生，咱拢了解啊。这相生相形相克，世间绝对无迄个绝对的善，嘛无绝对的恶。伊是以这个时间空间去展现着伊的成分尔啦，和它的成分啦吼。啊，你讲较早的人安怎歹，是因为无通食，所以就歹啊。较早的人弱肉强食会抢，是因为无通食，咱也腹肚枵，咱也腹肚枵，目睭就会青紧紧啊。吼，啊，迄个时阵是因为咱的时间甲空间吼去转换，所以较早的这个。侵略会侵略别的国家吼，还是怎么去侵略？还是安怎吼做一寡无应该做的？像咱即摆咧讲，吼，咱要向日本讨公道啦，还是讲要向谁讨公道？以前吼，如同咱的祖先啦吼啊，遇到这所有这战争所发生的一寡后壁这问题，这就是叫做时间呐，甲空间。咱人唔是每一个人袂当做神，谁呢也侵略。他会侵略，他要扩张版图，是因为迄个时代应着迄个时阵所会发生的代志。所以那讲善恶因果的循环，总是由什么由时间空间里面所转换的。好、哦，啊，你即马啊，台湾即马吼，咱讲安和乐利，吼、哦，没有什么战，无战争，但是咱内底有啥？咱即马有斗争，吼、哦，虽然无用爆弹呐，但是用啥？用鸡卵。用鸡卵是还好，用爆弹都冇，冇用爆弹，但是咧用鸡卵，过来就是用啥？哈、啊，用烧制，好、哦，这就是咧讲啥？因为只要有一个静来底面啦，伊绝对一定都变。好、哦、啊，这个变呢，是由纸而变，还是由人而变呢、啊？还是由时间而变，还是由空间而变？得爱看咱家己呀，哈、哦，安怎去甲？好、哦，安怎去甲压制？甲袂讲吼。会愈来愈离谱啦吼！台湾来讲啦，七八十年前啦、啊，亚洲呢吼，生活建设各方面的居第二的地方呢，三四十年前的台湾钱讲叫做银卡目啦吼。如今呢，确实足侪人咧失业，吼、啊，有时阵呢，还阁有人吼咧讲失业无通食，吼、啊，阿嘛有人讲甲讲民不聊生，讲民不聊生也不为过啊？为什么安呢？你讲啊，过去咱的人心善恶行为是不是有关系？有相信足侪，咱一挂宗教人士嘛是同意讲吼，讲较早发生过的代志，卖阁提来论啦。吼、哦，咱是要讲这个下一代，咱的子孙要哪去噶？吼，会当心灵改革，确实去提倡着心灵改革，时机到啊无？到啊！即马是科学技术，行拢有啊。咱即马干那欠一样啥？跟他欠这样，善念、善行、善境、善心转化，安尼尔。啊，咱呐如果讲会当甲这个啥，即个所有的即个无好的，即个渐渐那个改善的话，提倡心灵改革，那台湾就是一个美好的台湾，就是一个宝岛，是一个非常好。所以讲，会当拨云见日无？会啊，会当让台湾人产生希望无？会，他就会重新规划。建设咱的这个家园，但是人生的希望、生活的重心、未来的理想，咱拢盼望啥？盼望讲啊，政府啥物人较敖做啦吼？做总统的看谁较敖欢吼？安尼看会当甲台湾更加建设的更加好嘞吼？卖像人咧讲失业的遐济啦吼？啊，卖吼一寡吼，咱讲百姓民不聊生，对不？啊，我们盼望的就是未来嘛，干不是安尼？啊，所以咱对这个吼对甲唔对的认知啦。咱爱去甲看讲，是时间甲空间用什么款去甲转换，总是某部分的牺牲啦吼。安尼才会当改革的。啊，你既然要某部分牺牲，才会当改革的，那咱就是爱安怎？有时阵嘛该听嘛要听一下，吼啊，有时阵该爱处理嘛爱处理啦吼。这就是咧讲，先恶观的对，伫时间甲空间的一交换安尼尔，唔是多一个对甲唔对。不是上做了较好，啊上做了较歹。
这就是啥？人民百姓所共同的需要啦，你讲是不是呢？好，我们不谈啦吼，啊，咱讲善恶观，一切宗教分两分法嘛吼，咱拢认为天堂是好的呀，啊，地狱都是歹的呀。但是呢，咱如同太极图内底一名一同款嘛，伊讲相连的嘛，对不？咱人的人心交杂有冲击力无？有啊，它会产生什么？伊会产生污浊的祸害共存的第三种结局，它会产生第三种结局呀、啊、吼。啊，你讲第三种结局就是啥？就是经文里面像我讲过啊，自中和嘛。啊，你自中和，你那是讲净通人和的时阵，自中和，伊迄个和气就造出来。所以咱道教认为天都有三气嘛，第一人就是叫做火星，火星生神者为阳气嘛，火煞生恶者为阴气，火行共存者为和气嘛。啊，所以这就是你讲的啥？你讲的自中和，就咱只嘛干那欠一项尔，先好阴阳中和观念，好、哦、咱个干化较干化咧，好、哦，咱人个思想观个较干化咧，好、哦。总而言之啊，吼，咱定咧讲吼，伫这个世间天道一定会规律。咱人体嘛是一个吼，要开发生命价值中内底一个小宇宙啦，也是一个小宇宙。但是这些所有这些种种对人类来讲，那么咱要提供这个好的观念，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啥，要有一个好的啥指航嘛吼。像咱咧讲，这只船要驶一对，一定要有一个航线嘛。飞行机要飞对嘛，是一定要有一个航线。啊，咱人嘛，同款一定要有一个啥，要有一个理想，叫做理念。就是咱道教咧讲，自中和有理念嘛，有啊。好、哦，但是人性的修行，其实在好、哦、找寻迄个平衡点呢。真正在修行，咱就咧修啥？咧修这个啥？迄个平衡点，创造和气，升华自己，迄个平衡点。迄个平衡点，你若找得到。咱的人伫这地中和内底，迄、那个和气内底，那当然啦，吼、哦，咱唔只是讲对咱这个社会、国家、对家庭、对事业拢总有帮助的。所以道家你讲的生命观啦，吼、哦，就是咧，咱伫太平经内底咧讲，对善恶来源来讲，咱是来自于自身与天地对应关系。啊，既然是自身与天地对应关系，讲命系天嘛，命系伫个天，根在地嘛。用而安之，得天以者寿嘛，失天以者亡，就安尼尔。啊，既然是对应关系，啊，咱那无爱去甲迄个关系对应啊好，啊，若甲对应啊好，咱这称呼内底面，咱就袂祸延子孙啊，咱就袂祸延子孙。所以未成年呢，即马有一挂未成年出生就出问题，吼、哦，大部分啦、啊、吼。哦拢是因为教育了无好的关系，啊！你教育了无好，这承父的问题，吼、哦，大多数无辜承父这个问题，咱无去个搞好，啊！所以讲血缘跟命运的共同体，伊就无法度延续好的结果，伊就会去影响着一挂未来少年人，吼、哦，到底伊是要好还是要歹？所以咱也去了解讲，这有一个心脾的关联呐。什么叫心脾的关联？就是讲。命、啊、我们的生命的命系天根在地嘛、啊、用而安则在我们人、啊、天意既然你得天意就一定会怎样会当长久嘛、啊啊、你如果失天意你就会自取灭亡、啊、既然失天意你就会自取灭亡、啊、我们现在我们去了解这个道理之后那个心脾的关联就打开去了、啊、生命意义价值在哪里我们重新会去思考了咱要去安然度过，不虚此生啦吼。当然啦，有福缘的人，会开智慧的人，有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心得啦吼。但是，咱嘛希望讲，咱会当多层次去体会啦吼，要来去努力吼，希望有朝一日啦吼，我们能够真的在自中和和气当中啦吼，生存在一个非常好的吼，咱讲善乡，嘛是咱讲蓬莱仙岛啦吼。在这个仙乡妙境园林的这个故乡可以再度啦呈现啦蓬莱仙岛真正的蓬莱仙岛啦
来，下早起吼，师姐讲要听梅香唱圣歌啦吼。红灿烂，红光辉，金瓶琉璃，彩纷飞，盘头。春风声声声，万顺吉比无言地。母娘的圣歌，因为吼听骚声骚声，这是吼咱的李师姐啦吼，讲大概吼，那听到母娘的圣歌，她都会很感动，尤其是梅香师姐你灌入的，因为我这声声吼本来就骚骚啊啦吼，啊好听歹听卖气嫌啦吼。啊，过来就是讲吼，咱若如果讲下晡时两点半，啊，你都要来咱的宫啊，唔在位，咱来当卡电话591605，我关起多亲在给空我，啊，咱要参加这个这个秋季法会，咱会当安怎卡电话用先登记的没有关系，因为有个人介远，啊，你讲啊，我专工来登记，你也使卡电话，也是用传真机啦吼。传真机就讲将报恩人的姓名、地址，吼、哦，啊，过来你要做的是公嘛，或者是要做的是什么款的项目，你也使甲咱的吼，咱的服务人员问个清楚，吼、哦，用传真机传过来就可以了哈。591785591785，这就是咱的传真机号码。啊，是讲吼、哦，要甲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
五九一六空四五，外观车都真在加空五，还要登记咱的这个秋季花卉啦吼，就是咱讲中原普渡啊，咱兼做这个啊祖源，也是地基主啦吼，也是讲咱有做这个业障病业要改弯改革吼，咱拢会使来做参加啦吼。啊，这是咱的秋季花卉的信息哟、哦。照西脸不沾点灯，两眼秋明，行甲脚皮红，叫声庙好欢，无依悔观，随风来飘送，这是古早超十外当前所灌录的啦吼。来，咱今麦来听一段忏悔啦吼。少年只是来做错，爱听父母的烦恼。反悔袂解脱，请父母原谅阮糊涂。父母恩，父母恩，我要报报答恁的辛苦。从今后重新来，唔通搁行错路。如今反悔袂解脱，请父
母原谅阮糊涂。父母恩，父母恩，我要报报答恁的辛苦。从今后重新来，唔通阁走错路。少年一时来做错，害着父母的烦恼。如今反悔未解过，请父母原谅阮糊涂。恁的辛苦，从今后重新来，唔通阁行错路。一个忏悔，少年人了行唔着路了哈。咱做社会的更新人了哈，重新踏出来做社会更新人，就是讲唔对，不要紧。但是咱阿个知影要安怎来改啦吼，人讲知错知改便是好人啦吼。所以有时阵吼，咱定咧讲，有时咱的囡仔啊出门在外去用牵去啦吼，啊咱拢会去怪别人啊，咱的囝吼都啥物人甲咱拖歹去。其实啊吼，我定咧讲小儿观察，囡仔小儿观察，就是咧讲一十六岁进前，如果你若有迄个观察，你是爱甲处理掉。像有的囡仔足够跋倒，足够车祸，足够弄的，吼、哦，一年弄几啊届嘛在弄的。迄内底面伊就是有带啥黑印，伊就是有。啊，这个有你就是安怎？你迄个黑工这爱甲抽刮掉，你若无你定定咧跋，定定咧摔。奥多麦不管是吼，看当也无话，顾一台奥多麦佫摔摔歹啊。吼、哦，咱讲人无摔歹，奥多麦歹也还好。啊，有的人是吼，奥多麦吼无歹人歹啊，就惨。所以咱就是咧讲，有时咱对许多人吼，那囡仔若细汉的时阵，咱观察爱甲注意，吼、哦，该处理爱甲处理，袂使讲啊，咱的囡仔歹教啦，是咱的囡仔叫别人甲咱牵去啦，啊，因为咱的囡仔会歹，拢是别人甲咱害的啦。其实许多人拢是过做完亏，啊，你过做完亏，囡仔有时啊观察伫面头前，咱家己唔知，吼、哦，咱若知影，咱大家化细，吼、哦，安尼囡仔对。倒倒倒倒，那改变那改变，等后伊较大汉较成熟，伊自然呢，伊就会惊惊。人讲路啦，你路你行就较会正。来，啊，咱讲到这个惯性歌啦吼，咱会上叫老师先来编曲啦吼，就是讲先看讲要用多一块曲吼，啊来抓调调爱抓好吼。啊，要用合唱的也可以，啊，要用单唱的也可以啊，吼，啊，咱就加减啊，吼，吼，会当做一挂圣歌，啊，伫咧空中来播音，啊嘛，会当互咱一挂孙啊，即当来供伊，啊来拜拜啦，啊嘛，当来结善缘啦，吼，啊，你若讲拜拜结善缘，这也是很好的事啊，吼，来遮阁有一块，差不多，这块有够久啊，吼，咱甲听看卖。这个是921地动的时阵，咱母娘所讲的圣文。因为你较早较无迄个录音设备啦吼，只有伫咱宫的这个吼，诶外口面安尼，所以无迄个录音设备啊，
麦克嘛无遐好，所以录起来效果就袂好了吼。这无就做到这，明仔再过来开讲啦吼。来，咱这是中疗的时阵哦，现场就唱我遐聆听啦吼。无牛咧笑遐聆啊，惊唔敢低当去哦低调只。所以来对这个可能里面，啊是现场啊就这样录的啊，所以讲录了无讲盖好啦吼。来，咱甲咱的杜青公再见哦，明天见哦，拜拜。